即认市民认为香港治安差咗，执法部门应该多加努力。但值得留意嘅系，执法部门高层出席活动，强调维护国安系首要行动项目嘅第一项。静乜你系我讲嘢嘅时候系隔篱表情多多呢？冇，我真系觉得。 重國安冇人話你錯，但重治安都可以同樣列做第一要項啫。兩者冇衝突嘅喎，維持治安本身就係執法單位嘅本分嚟㗎啦。Right？好在我跟新聞都跟得幾貼，知道你呢幾下表情喎，其實係致敬緊日前小學生中派位一位小六學生嘅受訪片段啫。冇錯啊，片段中男同學一句。 講辛苦真係談唔上，因為讀書係我嘅本分嚟。身後兩個同學仔，一個就用 O 嘴，我聽緊啲乜？另一個咧就問你服未？呢番真性情兼反應，令段片一夜爆紅，引發咗全城熱議同熱蔘潮啊！唔止李致敬，好似藝人黃美琪同佢老公鍾建威都嚟咗個夫妻檔演出啊！因為我覺得老公放工翻嚟咧，開水俾佢沖涼咧係我嘅本分嚟嘅。 系我嘅本分嚟嘅，仲未计唔少品牌即刻九秒九订出平面图，由安拼三六零到药水，到电器零售商，到米线铺，再到翻电器生产商、超市同清洁用品，反应绝对系一个字快。有人就为原本嗰条访问片段截图，再套上经典港产片喜剧之王嘅对白嚟个二创。 只不过咧，我觉得少少表情王嘅演出风格，似花骨龙时期嘅影帝张家辉多啲。睇住小六生真情流露嘅诚恳，以及异创人士快速反应、高效率，人们不禁要问：维持治安系咪执法单位嘅本分呢？另外，若果有关当局喺看待市民意见方面都有住异创者嗰种快速应对嘅效率，咁拆匪嘅作恶空间系多咗定少咗呢？ 今集东夫直营时间差唔多，大家有咩申诉，记得致电我哋嘅爆料热线三六零零三六零零，等我哋第一时间同大家东夫直营拜拜。拜拜东夫直营有乜申诉，即刻揾东夫即应，请大家多多支持东夫直营东夫即应即刻应，东夫即应即刻应啊，东夫即应即刻应。